이거 하나 깨보라. 아예 나다. 就是这个刚才放那个酱，这个辣椒，就那个辣椒酱，不能就是很好吃，它这个那个是鸡蛋，鸡蛋味挺浓的，我尝一下啊。
对，安利酱汁啊，它不是单纯的辣椒酱，它里面还有别的。对。哈哈。哇。哇，这个酱真超好吃。给你爸送点，要不待会儿咱吃完了。嗯。不多的习惯了，这个看了就简单的一个酱汁，然后这样拌一下，里面放个生鸡蛋，对，就是很有特色，很有特色，对。它那豆腐好嫩好鲜呀，放进去慢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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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然它就主要是怕它那个什么，请到如今，请到如今，现在我们要放肉喽，是牛肉，看起来也很大片，很嫩大片，很新鲜，看起来啊，放进去，哎呦。现在那肉看起来差不多熟了，尝一口，这个肉薄薄的，一看就熟了。嗯，咱们来尝一口肉。看，应该都是好吃。很嫩，好吃吗？对，但这个就是这样的。这个酱汁绿绿的，不知道是什么做的，但是挺好吃的啊，稍微有一点甜味。刚开始那锅吃完了，就要把这锅要全部放进去，完了放进去一起煮，这样子它那个汤里面的很多味道，它就都集中在这个汤里了。那个肉呢？嗯，一开始就是下那个肉了，肉在下面，肉在下面，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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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好吃吗？今天你们两个吃肉吧，妈妈先吃一些菜。哎，其实感觉在热带吃这种碳烤的那种烤的，也没感觉到有那么热，对，吃的还蛮舒服的。吃起来，第一次来吃一定要问一下老板怎么吃。刚才我们那个吃法，第一锅吃法是对的，第二锅吃法都错了。第二锅我们是一点一点放的，其实都应该一下放下去，把这个菜呀、肉啊、那个海鲜呀的味儿煮出来，然后这样子混合在一起就更好吃了。刚才我们都吃错了。这汤这味道好浓，现在汤的味道好浓啊，现在汤的味道更好喝了。对。第二份绿豆面，他说这个味道太好吃了。
等一下，因为里边放着生蛋，那要再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才能拌。还有我们要去。Hello。刚才那份就基本上都是你吃完了，没看着一看，哎，都快吃完了。我看我们这个汤也快喝了。你说它这个真的配料都很简单，然后弄起来又很好吃。那这个里面的话也配料也很简单，做起来很好吃，是吧？配料简单，味道好吃。看你拌的大口味，对，下次一定要弄一大桌，这个烧烤和这个煲一起吃。真好吃，是前两天。